那、啊、各位，你只能去检查你身体有什么高脂血症、高胆固醇血症,症、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、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，这个都要小心。这样你就会变成动脉粥状硬化，进而动脉硬化，进而导致栓塞，进而导致脑中风、脑溢血，导致胸肌这个这个胸部肌痛，导致心肌梗塞。那这个病就很可怕，因为这个心脏冠状动脉如果阻塞的话，血管就不通，所以你的心脏就会缺血，当然其他细胞也会缺血，脑细胞会缺血。 所以可能导致脑中风，导致心肌梗塞，这都很严重的，常常会致命的。你今天可说说再见，明天可能就挂了。实际上，如果没有走的话，也可能来不及急救而成为植物人，这都是什么意思？那如果你的血管只塞一半，实际上也不太好，因为你的心脏的这个负荷就要加大，所以你的心脏每分钟的心跳速力可能更要增加。不要小看每分钟多跳六次，你一天都要跳跳多了七八千次，所以代表你的你的心脏会及早报废掉。血管老化值多少？ 这是几百年前就有一个英国的这个内科内科名名医提到过了，你的血管有多老，你的生命就有多老。如果血管先报废掉、先阻塞掉，那么你的这个血管就因为不能使用，所以生命就跟着终终结。平常人动脉冠状动脉大概以百分之到百分之四度来这个这个移机啦。可是你有慢性疾病，譬如说你有糖尿病，你有这个高脂血症，你有这一个啊这一个其他高血压，还有高尿酸血症。 你的这个血管阻塞的程度啊，就会跟着加大，所以这个都是要去注意的啊。当然，今天的主要重点是要进入保健食品，我还是喜欢用机能性食品。它的功用是在一般食品之上，甚至既有药品的这个疗效。当然，它不是药，它是你透过不同的这个作用机转来达到跟药品的功效是一样，所以有点殊途同归了。那保健食品、一般食品是满足我们身体健康的需求、营养需要跟满足感官的享受。但是人我们可能饮食不均衡，某些原因,因。 比如说，我们前面讲过了，可能你可能有抽烟，你可能喝酒，不良的生活习惯，那你可能导致一些病态。这时候你所需要的不是马上去找医生吃药，你应该可以通过一些保健食品适当补充，适当选择，让我们身体一些诱发病态可以恢复健康状态。如果没有这样去做，开始找医生终身吃药，实际上也无济于事，治标不,不能治本。保健食品，我们今天谈的，不管是白教授谈的免疫调节，或者说啊，这个张教授谈的这一个益生菌，实际上都是通过调整体质，让我们身体。 把身体一些失衡的体身体状况把它加以改善，是这样来看的。所以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讲是调节血脂，你可能包括你调节血压、调节这个血糖，都可以用来这样做。所以，这个是我们目前啊国家公告实际上保健食品、它健康食品的一些认证都是这样的。功能性食品在调节血脂的综合方式，我大概这样说：，比如说我们调测定血脂时，包括里面的胆固醇，尤其是低密度脂肪胆固醇。 高質質分子脂肪胆固醇，我三酸甘油酯，它是透过我们外因性，就是饮食每天摄取进来，透过消化、透过吸收、提供运送，来影响血液。可是身体也会自己制造啊，你身体可能过多的糖分制造，过多的蛋白质、过多的酒精，来自己制造胆固醇、制造三酸甘油酯。那么离开肝脏，就把它运送进入血液运送。所以血液是我们不管是从外面吃进来，我们身体自己合成，都必须要经过血液运送。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血脂。 当然不是测定我们换后血脂，而是测定空腹血脂，这样代表比较比较,比较正确。那么我们现在谈到保健食品，就是这样，透过这些功能性食品，你可能影响消化吸收、消化吸收、影响吸收、影响运送、这些等等影响，或者说对代谢的影响来达到这个功效。所以，说你要开发一种保健食品，它可以调节血脂，你应该考虑它到底是作用哪一个哪一个 passway 来达到这个效果。那我们来看看，比如说第一个是。 你可,可以一直支持消化吸收的一些保健食品，当然你可以想到膳食纤维。所以平常每餐都有蔬菜，你可以多吃点蔬菜水果。那么膳食纤维，譬如说它可以包括一些贝塔葡聚贝塔葡聚糖呐，这个常用的几丁聚糖。如果说啊吃一个这个几聚纤维啊，这个都是它可以跟胆酸结合。胆酸是我们胆汁主要成分。那平常在吃油脂的时候，它会从肝脏分泌，又从胆囊释放出来，帮助脂肪乳化，就是脂糜化。你说你手上有油用水洗不掉？ 所以，通过洗洁剂可以很容易把这个油脂跟这个啊，这个肥皂就把它变成乳化，所以水才可以洗掉。那么这个东西就可以，因为没有办法形成微胶粒，因为它被胆酸被这些产生为吸附住了，所以就会降低接肠道这个吸收了。所以有人就吃很多膳食纤维，你会发现你的粪便里面就有夹带一些脂质。这是一个图，我们的 Liver 肝脏，肝脏是一个工厂，它把血中胆固醇移到肝脏变成胆酸，这是一个功能之一。 可是胆固醇变成胆酸，也是我们人体利用胆固醇最主要的方式。大概百分之八十的胆固醇都是走这个代谢途径。好，胆酸从肝脏放出来，或储存在他的胆囊里面，从胆囊放出来，放到肠道，那么就跟这些结合，跟这个刚讲过这些结合。这个图有点不完善哦，这个各位想想，你肠道这个东西应该是啊，这个很多的膳食纤维，很多 β- 谷芦醇，很多这个几级纤维，它会跟它结合。 所以被它吸收以后，就增加后面排泄量，就减少它的再吸收。所以这个线条比较小，样再吸收。另外，当你多吃膳食纤维，胆酸被结合是，你同一餐所吃的那些内脏、那一些肥肉的胆固醇，相对就会减少吸收，因为你没有胆酸，因为胆酸太少了。所以这个只要是各位了解这个原理，只要你多吃膳食纤维，它去吸收胆酸，增加胆酸的这个这个排泄，增加它的再吸收。所以身体必须要再制造胆酸。 以弥补被粪便所排出去的，那么胆固醇就渐渐会降下来。不要而已，所以一个好医生他不会马上叫你吃药，应该叫你去努力去做饮食改善，从饮食上去控制你的胆固醇能不能降下来。如果一起半年、三个月没有效，再考虑吃药。再来，我们希望也可以能够透过一些动脉硬化跟血管疾病的可能计转，比如说一直都没用到发展就是大大蒜成分，这个阿利辛，但海那边 I O N 太多了。那这个东西只要是因为它可以提升。 只质磷磷解酶的这个活性，所以增加血浆纤维蛋白的这个分解作用，来抑制动脉用来这动脉动脉用来这个进展。好，异黄酮跟纳豆激酶也是一样哦。但这个里面是大豆里面的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东西，异黄酮，还有这个纳豆激酶，它都是要透过可以治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作用，所以达到让我们这个动脉比较不会动脉这个栓塞的进展比较慢一点，这、就是很奥妙的。所以平常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。 不一定要多吃,吃大豆油、黄酮，你可以多吃豆花、豆豆干、豆腐。抗氧化，比如说你吃花青素、茄红柿、一点胡萝卜素，还有是大蒜的一些二叉素，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。平常多吃有颜色的蔬果类，里面你吃的维他命 C、维他命 E、贝塔胡萝卜素，实际上都是有抗氧化。所以这样可以延迟 LDL 不要被氧化，让 LDL 它很平安的、很安稳的从经由血液运送，一起送到肝脏，送到肝肝脏外的细胞来代谢胆固醇，用胆固醇。所以这是。 就要降低动脉硬化过生的这个因子了。抗氧化很重要，也就是说，要健康先抗老，要抗老先抗氧化。当你不抗氧化，身体很多的细胞都可能会遭受自由基的氧化伤害。从头部开始，你包括你的早老性痴呆、忧郁症、帕金森症、阿兹海默症，都跟就氧化伤害有关。你眼睛容易白内障、老年性黄斑部病变，你的心、肺脏、各种疾病、心脏、心脏疾病，因为我们的肝脏就肝炎，我们的这个胰脏就糖尿病、大小肠疾患。 另外还有肾脏肾衰竭，另外男人就影响他精虫的数目、精虫活力，所以导致男性不易，因为我们可能关风湿性关节，还有血红素异常、免疫力减、癌症等等，都是因为细胞被氧化伤害。所以平常各位要多吃有颜色的食物呢，但平常养成好的习惯，不要抽烟，也能够戒别二手烟。我们尽量减少一些辐射线、紫外光。那希望空气好一点，环境好一点，这都是我们所期待的。由外而内的，容易皮肤老化、老人斑。 由内而外的各种疾病，大概有一百多种的症状疾病都叫做氧化伤害，所以人都需要抗氧化。非常请各位多吃有颜色的蔬果类，像我们台湾的芭乐，为他们 C 非常多啊，对不对？那还有芒果、木瓜、胡萝卜丝，这都非常多了。各位都是都是有颜色的蔬果类，所以你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植物化是提升这抗氧化能力，降低血脂，你才有机会降低动脉硬化的这个进展，才有机会来降低血管疾病。你可以包括我们台湾很多健康食品得到一些证号，都可以看它的成分，他们有这些功效。 我想这些 NOS 都是去了解这些作用原理，再把它可能经过单方、复方、配方弄出来的。所以刚刚两个教授特别提到，现在真的是很难申请那个东西是不容易的。他都到做过很多实验，也经过很多委员的严格审查，事实上也不容易啦。所以保健食品它不是我们一般随便啊道听途说，所以都会一很多的作用机转来达到这个效果。我今天这些都是很多的实验报告已经发表了。那来跟各位 <laughs> 谢谢我先分享，谢谢。